我们现在来介绍的是常用的函数的积分。那么，我们各位同学的话，要知道积分的话呢，比起微分来说的话呢，它是困难许多的一一个计算。也就是说的话呢，我们要熟悉这个积分，我们的话呢，必须要了解很多很多的一些元素。这些题目都是我们所谓的元素，因为。 我们这些题目的话，一看到就能够写答案的话呢，对于比较难的题目，我们也容易克服。来，我们来看看这个例题，u 的六次方抵 u。来，各位同学的这个地方应该要不假思索的直接写出答案来。那各位同学要写多少呢？七分之一 u 的七次方加上 c。这个地方的话呢？ 这不是任何的计算，这是直接的反应。右边的微分是等于左边，那么左边的积分就是等于右边。来来看这个题目，这个题目就没有像前面这么简单了。它这个是放在底下，那么我们要怎么想呢？我们要把它直接做一个改造。这边是 u 的负二次方，我们这样子看就可以了。负二次方的积分法则是跟第一题是完全一样的，那么我们就直接写。 u 的几次，负一、负二，提高一次就变负一。前面要补上一个，它的导数还是一样，负一的导数还是负的，负一。所以我们就直接就写这个答案了。再来看这个根号 u，哎，这个题目的话呢，我们好像做过。这个题目的话呢，我们直接把它改造成 u 的二分之一次方，那么我们就直接写答案哦，直接写多少呢？ u 的二分之一提升一次就变成二分之三，2, 前面补上一个三分之二。好，我们再来看这个根号又放在底下，那怎么办呢？开根号，各位同学知道，开根号就是二分之一次方，2, 放在底下就变成这个是什么？这就是 u 的负二分之一。 那么我们怎么对付呢？一样也把它拉高一次，负二分之一加一是多少？正的二分之一。前面还要补一个数字，补谁呢？补二分之一的导数，那就是二。那么这四题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多项式的题目。来，我们再来看，现在来看右边这个的话呢。 谁的微分化的是 u 分之一呢？那各位同学的话呢，这是一个特殊状况，我们刚才有介绍过，我们是 nature log。那么各位同学的话，如果你们觉得 log 的这个叫真数，真数的话呢，一定要为正的。那如果你要加上绝对值，我们也是很 OK 的啊。不加绝对值，我们只要辅助优势大于零就 OK 了。再来看 cosine 的积分是什么呢？ sin 的微分是 cos，所以 cos 的积分是 sin。记得这里是 u，u，那么这边也是 u。再来看下一个，sin u du，谁的微分是 sin 呢？是 cos i n e 吗？不对，cos i n e 的微分是负 sin，所以的话呢，我们就直接就写了一加一个负号，cos i n 的 u。 加上 c，再来看这个，这个的话呢，也是常见的三角函数的积分，谁的微分是 sec o n d 的平方呢？这也是常常见到，如果看到了这样的积分，那各位同学要直接写答案，叫做 tangent u。那么我们再继续看看下面的例题，我们来看看这个例题啊。 积分一加 u 平方分之一的积分，这个看起来好像很简单，它其实并不容易。那各位同学可能已经忘记了我们前面所介绍的反三角的一个单元，我们来回忆一下，arctangent 的微分是一加上 u 平方分之一，所以这个地方我们要写的是 arctangent。 这个会比较容易忘掉，但是这个积分是蛮常见到的哦，那各位同学要注意了。这个地方的话呢，那各位同学的话呢，想想看这是什么呢？这个是也是前面我们有证明过的，这个是 arcsin x 加上 c。C, 注意的，我这个地方的话呢是错误的，为什么呢？ 因为这边是 u，这边是 u，所以我们这个地方的话呢，不能写 x 啊，我们这边要把它改成 u，这边一定要一致。再来看下面这个地方，e 的 u 次方的积分，那么我们就照抄。那也要注意哦，这边的变数，这里是 u，这里是 u，这里就一定要 u，你绝对不能够写上一个 x，如果写上 x 的话呢，这个答案就是错误的。 再来看这个，这个的话呢是也是指数函数，可是的话呢它的底它不是我们所谓的 Euler number，我们不是所谓的欧拉数，那怎么办呢？那么我们来回忆一下，来我们来看一看啊，各位同学来想想看，如果说数字的这个，这是我们一般的，那么怎么做呢？这个我们前面有介绍过，我们还是一样这样做，但是会多出一个。 natural log a，那么我们来想想看，谁的微分会变成它？那么我们当然就要照抄，这边是 a 的 u 次方。那么我们做出来以后，我们发现右边的微分会多出一个 ln a，所以的话呢，我们这边要补上一个 ln a 分之一，NA, 别忘了再补上一个 c。 这样子的话呢，我们才可以来做一个抵消的动作。一些常用的积分的话呢，相当于就是我们的一个积分的一个元素。如果各位同学的话呢，把这些元素的话呢，都很熟练了以后，有些难的题目，我们就利用了这些结果，就直接就可以做出来了。